我们台湾岛这样，我们所有发展的箭头要对着南海，所有的城市，所有的国家，我们心中没有围墙，我们只有道路。整个南台湾全力拼经济，我们的重心迎接整个大南海的开发。从我们的左手边，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新加坡、泰国、瓦兰、中国大陆，我们全部整个南台湾要面向他们。当我们的心中没有敌人，我们的心中没有围墙，我们的心中没有任何的对手，我们的心中充满着爱，充满着温暖，充满着开放，我们一心一意打拼我们所有县市的经济，我们一心一意冲经济，一心一意为台湾来打拼，整个这个地图在发展的时候会产生转变。我们要瞄准整个大南海的开发，没有一个国家会等我们。台湾不进步，是你自己较衰。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情台湾。台湾落后，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。没有一个城市会等我们。嘉义落后，台南落后，高雄落后，是你自己的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而这边所有的城市，每一天都在进步，连菲律宾。我们从来都把菲律宾没有看在眼里，每次都叫他们玛利亚，玛利亚来了，结果经济成长一年6.多%。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新加坡、泰国、越南，2018年是最好最好的机会。我们要决定自己的命运，我们要决定我们要经济还是要政治，我们要繁荣还是要萧条，我们要富裕还是要贫穷。我们要光明还是要黑暗？我们南台湾农渔产业联盟立刻要启动，我们要帮农民渔民朋友大量抢外销订单，他们过得太辛苦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一定要从蛋白区先下手，改善农村渔村的经济。我们要让辛苦的农民渔民井架也三摊六起，养家活口，养儿育女。台湾的政治将会从2018年产生根本性的变化。我们为了理念打这一场选战，我们有责任领导整个南台湾的民众过更好的生活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嘉义县的乡亲，还拜托大家擦亮眼睛，2018年决定自己的命运，决定自己嘉义县的未来，也要决定我们下一代的命运。我们全力迎向更美好的未来，拜托大家。